你今天说啥都没用，我跟你上班我是为了发家致富的，结果我现在越混越穷，我三个月我都没开工资了，我一查账上。不是，那你要工资干啥呀？什么要工资干啥？我平时我吃穿住行哪样不得花钱呢？你哪样花钱了？你这住咱住宿舍是吧？不用你掏钱，然后吃、啊、出去吃饭都我付账，你啥时候让你付过钱呢？啊，衣服都我给买的。啊，那行，那出门都开我车，那有油卡，用着你花钱了。你这行，哦、那我老爷们出，我得洗澡吧，我一周我得洗会澡吧。洗澡是吧？啊，澡卡。澡，我剪头呢。楼下剪发店，剪头卡。剪头，不是，那我平时我要去超市买点啥呢？我怎么的？啊，这张，啊，楼下超市卡。超。我充完了，够你买一年了。不是，那我这搁咱这块混的有头有脸的，我平时跟朋友啥的出去潇洒潇洒玩玩啥的，我 KTV 我酒吧啥的我得有吧。KTV 酒吧西餐厅。行，那我平时我得买点东西吧。我老爷们儿，我不能揣兜的卡，我兜里我得揣钱吧。那不有亲密付吗？我给你绑着亲密付，你用呗。那扣的是我工资卡里的钱，用着你花钱了。不是，你这么说。你这卡，我跟你说，说白了，这些卡它都没用啊，没用。哪有钱有用？那我肯定还有花钱地方。你来，我都给你想着了。你说你还有啥要花钱的地方是我没给想到的？够不够用？你是办假证的？我这办什么假证啊？那你这哪整那么些卡来？你这是搁哪弄的？够用不就行了吗？用哪你花钱吗？你要工资干啥？现在还要工资不？我都给你全包圆了。行，你这么玩是不？啊，那我用你这些卡，那我干啥你不全知道了？我一点隐私也没有了。你要啥隐私啊？不是，你要去干点啥是不能让我知道的呀？不是我，行。李小花，行，你小子，先这么玩哈，好。